姐姐，叫我姐姐。 姐姐真的很想很想你们，就跟你们很想我一样。海外先，县长好。
委员好，还有现场所有的我们花莲在地的朋友，还有很多来自各乡，很多来自外县市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海内外朋友，你们好。你们看姐姐这一身穿扮就知道，看我这身打扮就知道我是在打拳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我们花莲就是非常健康而且非常爱运动的城市，跟姐姐的形象非常的像。我们现在全中运在花莲也正如火如荼的在举行，我们替所有的选手们加油打气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因为姐姐今年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年的夏练嘉年华绝对是重磅出击。讲完了，这我两首歌都在当小叮当哎。这个好，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我觉得我至少要把小叮当的啊，我其实很怕走进大家，因为我怕大家太近看到我会晕倒。县长，我是不是越来越正啊？县长，县长来啊，来来来，县县长，你可以帮我把我的小叮当拿掉吗？来来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给给那个婆哎，哦谢谢，哇还有一个，还够几球，谢谢县长。县长，你这个你要帮我保存好，因为帮我保存好，不行，你明年要还我，我明年还要来拿，你明年要还我哦，哦，明年买副新的，我要开玩笑的，好，谢谢，真的很近看我很漂亮哦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超正。上次有来，就是来花莲啊，相亲太热情，太热情，热情到我觉得我不好意思穿这么多。啊，啊，好，这个你以为帽子会一直卡在这里吗？是因为有夹子。好。哎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看，看我的背，几架乌背，花莲是匹黑马，哈哈，谢金燕马是几架黑马，好吧，好热啊，拳击裤。有哪一个歌手40多岁还穿拳击裤？重点是我看不出来几岁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，大家一定都会唱，因为这首歌我8岁唱到现在。Very, very, very the popular. 知不知道我要唱什么？好，你们大声的喊！谢金燕，我爱你，我就唱给你们听。大声喊，我爱花莲，我唱给你们听。好。带来这一首《含泪跳恰恰》，Come on，Come on，哎。
们现在可以握手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Give me five 不好吗？自然卡步打